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哋再次翻到嚟南區個 Doctor Elin at Beverly Clinic 啊。咁上一次我哋做咗之後咧，感覺啊非常好啦，又黑定一白啊。只不過我哋照顧得唔係幾好，因為我哋成日都出去暴曬，所以我哋黑翻啦。咁今次嚟咧，係咪就唔係我哋去啊嘗試體驗啦？就係今晚有一個員工福利俾我哋茶煲仔嘅成員啊，就係嘉輝。咁我就去本身都白噶啦，做咗只咧更加白啦。啊，嘉慧，那上次呢，你是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去怎样去美白，怎样去弄啦。OK， 是这次轮到你了，有这个员工的福利，你感觉如何呢？有点紧张啊。哦，所以呢，我希望今天的这个体验可以让你变得更美，然后更上镜了，以后我就可以派你出镜了。啊，80全部男孩子啊，就靠这一次的全班了。OK， 来进。未 treatment 之前先影一影啊，了解一下自己的皮膚狀況。一陣間咧 ，doctor 就會跟住佢嘅呢個相咧，你要去觀察佢嘅皮膚係適合啲乜嘢 treatment 嘅啦。啊，先生心情如何？要進去見 doctor 了？還是會有點點緊張。還是緊張嘛，係嘛 ？OK， 如果等下 doctor 講緊督針嘅話，點辦？都動了，督針啊！督針啊！所以而家嘉輝瞓喺度啊，整緊咧佢嗰個 treatment 叫做 thermal pen 啦。咁咧啊，主要咧就係要啊，幫佢 whitening 佢嘅 skin 啊，去斑啊，然之後咧就去啊，將佢嗰啲皺紋啲嘢咧就抗敏咁樣一個 treatment。都听你讲了，你觉得你的效果很好，那观众朋友你觉得是怎么样呢？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又再一次来到这个做体验啦，今次就是我们的员工福利啦，开心啦，开心。OK， 美人都系啦 ，OK， 所以再一次嘅推荐俾大家，如果大家系想要啊将美白自己嘅面啊，之后要啊提升自己嘅皮肤嘅质素，同埋要睇翻嚟年轻啲咧啊，不妨考虑下 Doctor Elin at Beverly Clinic， 咁咧依一度咧就系啊值得推介嘅地方啦，就系位于喺南区怡宝南区嘅啫。好，咁我哋下次再见噶啦喎，系，拜。